好，我想谢谢这个全场的主持人啊，连总经理他被我留任的非常好的一个谢谢。好，我们从早上到现在谈的非常多台湾的长城、短程、中程，那我们看到其实大家的关怀度非常高。那我们最后一场哦，我们这个 session， 首先我们会请洪新政委来跟我们做一个讨论哦，台湾就是政府现在对能源转型政策跟它的提升，跟它进步是如何。那接下来我们会就是让前两场的四位谈人一起上来，我们大概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大家来进行讨论。那也洪政委，我想大家应该也会很多问题来请教他，那我们大家再一起。好，那我认为的题目是启动台湾能源转型，能源做主角，欢迎他。好，谢谢，谢谢这个周老师。因为周老师的邀请，所以特别来参加这个研讨会，也非常荣幸。因为周老师长期来关心台湾的环境跟这个绿能产业的发展。让我感到非常敬佩。那我这边简要跟各位报告一下一些，政府在做台湾能源转型跟绿能的一些发展，现在目前的相关进度，大家可以稍微做一个参考。好，那我大概分成这几个部分，目前我们的能源状况，然后能源转型的策略，再生能源现在推动的一些初步的进度。第四个是能源转型的一些效益等等一些情况。那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能源议题对台湾这么重要？就是环境的议题之外，加上能源安全问题，会影响到能源问题。那目前台湾的能源大概98%是天然气。那我们自产的部分只有少少的一点点，在这个2%。98%大概都是进口的啦，那绝大部分还是依赖这个化石能源，就是石油跟或者是煤炭，那液化天然气是比较少，那核能的燃料也有部分，那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如果用我们这个电力的一些发电结构上来看的话，比如用2018年的结构，大概。用化石能源发电的比例还是有80%以上，那核能部分大概是1%左右，那其他部分再生能源部分，如果包括观察的水利啊、卫星啊、风力、太阳能、增值等等加起来大概是1%，如果把抽取水利加进去的话，就是5.8左右这样的比例，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能源安全的问题之外，台湾的这个电价呢，因为非常偏向这个化石能源，当化石能源价格变动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会遇到这个电价的一些相关波动，能源价格的一些相关波动。那这个对于不管是经济发展或者本身用电，都产生很大的困难。所以怎么样把这个化石能源稳定下，做？度的下降，然后提升再生能源这个部分，从能源安全角度来讲，或是从环境的保护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好，那能源转型的目标来讲，我们就希望就是说，如果当时来讲，我还在进一步担任次长的时候，那当时的能源转型，我们大概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目标，一个是达到非核跟低碳的家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完成，你要这个就是对空污的问题，必须去让它下降下来。那第三个就是稳定电源，不要缺电，这三个目的，当然这三个目的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冲突，但是我们尽量还是要同时去兼顾跟达成。所以在这个发展方向之下，势必原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发电占比来讲的话，
煤的部分还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那这个设备势必就要降下来，因为它对于空气污染还是造成的严重度还是比较高。那短期间来讲取代的大概就是看能不能 LNG 的部分比例把它相对的提高。那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在目标上来讲在2025的时候要逐渐让这个核能退役退场所以非核的情况之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再生能源的比例就必须要拉高所以大概就是说到2025的时候的结构大致上是这样天然气的部分大概可以到 50%， 那煤的部分到 27%， 那20%就是再生能源，那核能的部分大概逐渐就要退场大致上的结构是这样子这个是一个目标好，那整个能源的发展方向来讲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再生能源要把它发展起来刚才我们开特别提到的那发展的愿景来讲的话有分成三个一个是提升你的能源自主促进你的能源的多元，然后绿色经济的一些发展，还有促进永续循环这个大概发展的主要愿景。那主轴上来讲的话大概是主要还是风电跟太阳能光电太阳能光电希望在2025年的时候可以达到20个吉瓦那风电的部分总共大概6.9个吉瓦，其中呢 1.2 是陆域风机，那离岸风电的是大概 5.7个吉瓦。那现在透过几个计划从时间来切的话大概就在一直在推动，那目前看起来至少到这个程度上来讲这个时间点按照我们的这些发展目标还算是如期达到相对应的相关的一些阶段性的目的。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天然气的部分就是要把它增加起来。那天然气的部分就是要增加这个天然气的一些新组机组。那当然就是现在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第一个大概就是说天然气的接收站可能必须要做一些新增或扩建。那这个部分也还在如期的往前做一些推动。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天然气它的储存的时间不像这个煤炭可以高达那么长。所以这个时间你就你要提高它的这个储槽的容量也好，安全存量，那确保这个供气的一些供应量。所以在2027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达到这个安全存量可以到14天，那储槽容量可以达到24天。那基本上估算来讲的话即便台湾如果有连续性的台风那应该也不会超过14天的，所以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考量等等一些情况。那再来就是减煤的部分，所以到2025现在看起来都没有新的燃煤机组一些相关的规划，所以将来来讲的话2025年往后面看事实上主要还是在再生能源的一些发展作为主轴等等一些情况，化石能源可能就变成一个只是储备性的或者是一个补充性的而已。那除了一些就是把一些燃煤的基础降下来然后改成一些燃气基础之外呢，那而且一些燃煤的基础当这个燃气的基础上来以后呢它就转为备用当然它到了它该有的年限它要除以它就除以等等一些情况。那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一些燃煤机组可能还是要运作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加强它的一些防治污染设备。好，那这个就是刚才这边提到的这个第二项的部分。那甚至于时候就是说如果在空污比较严重的季节比如像现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配合自主性的降载。所以解决空污的问题大概有三个步骤了。一个就是说自动性的降载，只要气象报告这个空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降载。另外一个就是说加强防治污染设备，所以台电公司事实上在这几年当中要投入好几百亿的这个经费就来加强这个防治污染设备。那第三个部分就是由煤转气这个部分来汰旧换新，大概这三个步骤。那非核的部分这个还是就是按照各个核电厂它当时的规划
它什么时候运转，那什么时候该除役，那我们就让这个计划让它照原来的规划进行。所以让原来的规划进行，基本上来讲的话，到2025的时候啊，和尚长最后还会在和尚长慢慢就退役了。那合适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不起风不运转，这还是一样这样的策略。那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目前再生能源一些发展概况。那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再生能源的发展主要有两个主轴，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水利啊，或者是这些海洋流啊等等的一些情况，不过那个都还在这个发展阶段，或地热也是哈。那现在主轴上还是两大主轴，一个是太阳能光电，还有风力发电。那风力发电的部分，主要未来来讲的话，主要还是放在这个离岸风电的部分哈。那这个太阳能发电的部分呢，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的哈，在2025的时候希望达到20个吉瓦哈。那这个20个吉瓦里面，当然主要有分为这个屋顶型的跟地面型的哈。那现在来讲的话，屋顶型因为它的这个比较单纯哦，所以现在装置容量来讲，大概已经可以超过3个吉瓦哈。那后续会到2025年之后达到6个吉瓦哈。那地面型因为它还牵涉到这个土地的一些盘点或者是整合。甚至于跟环境上的一些怎么样协调的问题所以这个速度会稍微慢一点，不过我们也启动了很多的一些示范性的一些计划在做一些推动。那阶段性来讲，就是说到现在在目标是2020，2018年的目标大概已经达到了，已经有 2.8 个吉瓦，那现在就是到2020可以累积的这个装置流量可以达到 6.5 个吉瓦瓦。那当然一年是1点多，另外一年是2点多，这个是算是有一些挑战性。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三个主轴让这个 6.5 个吉瓦瓦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阶段性的目标。那第一个主轴就是产业园区，这个可以来做一些强化。那产业园区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规定新设的这个园区啊，它的屋顶设置太阳能光电要一定的比例。那如果说因为你特殊性的产业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恐怕你也要在其他的地方去有这样的太阳能光电的一些设置来抵充你这样的一个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已经通过，对一些用电大户，你也要善尽一些企业的社会责任，那有一些规范。那这个规范来讲的话，我们是希望透过一些逐步性的，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所参加的这些企业，不用太多，但是形成一个示范性的，然后逐渐把这个范围扩大，然后把它的这个再生能源就是绿电的比例把它慢慢拉高，让这个企业它也有办法去做到，大概方向是这样子。那第二个主轴就是蓄电农电跟余电共生。那蓄电的部分，我想这个部分已经农委会跟经济部已经合作非常好，一年大概都可以有120几个兆瓦的一些装置，每一年都会有。那这个技术上也大概都很成熟，那争议也比较小。那现在就是说农电共生跟余电共生这个部分，那因为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些尝试，那其他国家事实上在日本当然说农电共生是做得非常频繁，那对台湾来讲算是比较新的，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启动了示范性的一些计划。那第一个大概就是说余电共生的部分，农电共生的部分，就是先利用台糖的土地来做示范性的一些计划。因为台糖土地来讲，它还是有一些农作物事实上种的比较不好的，或者是一些林相比较差的，等等部分。那如果说透过这样这个农电共生来讲，虽然有太阳能板，但是我们改种，下面也会改种其他的作物，让这个农跟电可以共生的示范性的一些效应出来。当然农委会还是要求，就是说这个农的部分它还是希望可以达到这个采收量的 70% 这样子一个比例，有一个 minima 的一个规范跟比例。那另外一个是余电共生，
那余电共生现在有两个重要的案子，一个是台南市，另外一个是嘉义县，那已经送到农委会，现在在审查当中，可能过程还需要补件，那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尝试，那就是说原来的渔温它还是继续种继续养鱼，但是在适当的地方呢可以架设这个太阳能面板等等的一些情况。那因为台湾的这个养鱼事实上就是养殖渔业事实上这个面积还蛮大的，如果这个示范性可以成功的话，我想对于这个太阳能的装置或渔电公司的这个发展方向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所以就是说在2020年之前我们必须做好就是说农电共生渔电共生它的示范性计划，那这个示范性计划如果做成功，对于后续往后推动就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第三个主轴是中央跟地方政府来共同推动，那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的，不管是产业园区的部分也好，或者是农电共生和渔电共生，事实上它都跟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甚至于民间的开发商，还有当地的这些渔民，或者是真正的这个养鱼的人，或是农作物的人，或者另外就是当然是地主，那事实上都有很大的一些关系。所以呢，我们大概就是说，怎么样透过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还有地方的一些相关共同合作，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一个机制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后面大概有一些例子啦，现在是农业的部分多元，现在比如说台南的这个是蓄电共生，那已经做得非常好等等一些情况，那这是一个牧场。那另外来讲有一些水域的空间，现在有一些福利式的一些发展，比如树谷园区这个部分志宏池也做了一些。那另外来讲就是说有一些过去的一些垃圾的掩埋场，那也做了一些，那这个是台北的这个福德坑。那也有一些是盐业用地，然后这是嘉义的部分，那现在也做得非常好，那这个给各位参考。那再来就是离岸风电的部分，那离岸风电来讲刚才跟各位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要达到 6.9 个 GW， 那其中 1.2 大概是陆域风机，那 5.7 是这个就是 5.7 的部分就是离岸风电的部分。那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苗栗外海的这个台湾第一座的这个离岸风场的今天早上已经完工，那今年年底就可以开始启用，那我本身也有去参加。那台中港是当作很多的这个它的一些运维的码头也好，或者是重建码头等等一些情况，那也有很多的陆域风机在那边。好，那整个离岸风电来讲的话分成三个部分的推动策略。那第一个 Phase 1的部分就是示范奖励的部分，那两支的这个示范性这个8个 MW 这个早就完成了，已经开始运作了，而且这两支的风机已经度过了很多次的这个台风跟地震，所以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所以还是照常在做运作。好，那另外刚才特别提到的这个Formosa 1这个示范性在苗栗外海这个部分就是今年已经完工了，那今天早上已经完工典礼，那今年就是年底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并联。那第二个就是潜力场址的部分，那潜力场址呢这个部分呢又有分成这个遴选的部分大概 3.8 个 MW， 那有竞价有总共有 1.7 个 MW， 那总共到了2025年的时候总共加起来就是 5.7 个 GW。 那当然在Phase 3来讲的话就是区块开发，当时是规划到2030年，因为我们离岸风电来讲的话环评通过的是 10.5 个 GW， 那第一阶段到2025年的时候是做到 5.7 个 GW， 所以基本上还有另外5个 GW 已经通过环评了，所以基本上希望这个5个 GW 可以在2030年里面来做装设。那今天早上总统有指示说请经济部要考量要想到2035年那尽快的想出说到2035年从2026年到2035年到底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离岸风电还有多少的目标想要实现，那经济部也很快的做一些规划
已经发了新闻稿哈，希望到2035年的时候哈，从2026年到2035年可以再加10个吉瓦哈，所以总共整个来讲了哈，整个来讲到了2035年的时候，台湾的这个累积的容量哈就可以达到15个吉瓦以上哈，大致上是这样子哈。那但是这个是经济部的规划哈，现在还没有看到详细的，不过方向上应该是往这样来，来设计。好，那第三个就是说，再生能源，因为再生能源到2025年开始会有并网的情况之下，所以你这些智慧电网，你就必须要做一些做一些设计，好，否则的话，因为再生能源它有可能如果说是太阳能光电的话，是白天有，那晚上没有，那风力的部分是冬天有，夏天没有，那这样的话，可能到你电网的一些影响到底是怎样，你可能要做一些调试，所以能源局跟台电公司也启动了这个所谓再生能源的一些辅助的一些相关规划，来因应这样的一个发展，等等一些情况。好，那这个就是刚才向各位报告的，就是说今年完工的那128个兆瓦，那可以提供大概12.8万户的这个家庭来使用，事实上这个12.8万户就相当于这个苗栗县的一半的家户了，等等一些情况，事实上很快的就会有这个Formosa 2开始了，等等一些情况。好，我简单再讲一下能源转型的效益，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能源转型另外一个就是要稳定供电，那我想今年的夏天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那我们度过了最炎热的夏天的那一天，事实上我们的备转容量率还是超过 10%， 所以今年没有再说有这个停电的问题等等一些情况，明年也一样不会有任何的所谓的这个停电的问题产生，那这个向各位来做一些报告。那所谓的规划上来讲的话，也大概都会维持在备转的容量率可以维持在 10% 以上。对，那另外当然是大家有关心电价的部分，那电价的部分我们现在的原则上来讲的话，照这个电价公式它的涨幅每一次是不能超过 3%， 而且呢我们的配套措施主要是民生用电的部分，小商家的部分基本上是不太涨，那原则上都是这样子。那但是我对电价事实上还是比较乐观，我因为我看到了新闻早上这个讲说明年是不是要涨电价，这个不一定，因为这个是电价审议委员会的权责，我也不能在这边讲，只是我乐观的理由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阶段还是依赖很多的化石能源，那现在看起来油价是不太可能会大幅上升，甚至也可能还往下，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现在油价还往下跌。那长期趋势上来讲的话，因为再生能源发展事实上也让这个油价或者是页岩油气的发展让油价要上升的机会已经很少很少了，等等一些情况。所以另外一个我刚才特别提到，随着我们再生能源的这个发展不断的往前推进的话来讲，那现在因为我们在遴选阶段的这个 5.7 个吉瓦里面呢，其中有 1.7 个吉瓦它是用竞价的，那如果是2块多嘛，所以从长期来讲的话，随着这个技术不断的发展，而且它的规模效益越来越大，那平均成本越降情况之下来讲的话，再生能源的价格事实上是会往下的，而且它是稳定的往下的，它不会因为国际间的这个化石能源的价格产生变化的时候而产生变化，它不会的，所以就是说它会趋势是往下的，所以从长期来讲比较看到的乐观的理由是这样，短期来讲基本上油价大概不会上涨，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房屋的部分，那按照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不管是家装的这个空屋设备啦或等等的一些情况，那希望可以在2025的时候包括有两个部分，总的空屋量可以减少 45%， 那电力的发电系数呢随着这个技术进步或者是由煤转气啊等等的一些相关因应，它事实上每一度的这个发电所排放的这个系数啊，事实上下降的幅度可以达到 26%，等等一些情况，所以
整个我们能源转型来讲的话，就是去发展我们的再生能源，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增加LNG 的这个装设量，然后减碳、减煤、飞核，那希望可以达到供电无虞、稳定电价，然后而且降低空污的这样一个多元目标。那这三个目标就是我刚才特别提到的，我们能源转型最重要的目标。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所有的计划都按照这个既定的期程在做，那我们也有信心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好，以上报告，简要的报告，谢谢。好，非常谢谢哦，龚政委非常明晰的有架构性的跟我们政府现在能源转型的相关的政策跟推定的进度做一个报告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 discussion 的时间哈，我们有一个小时，那我们现在请都上台，那赵博士跟我们中午一起上台，好，开始。